有没有尾巴？有啊，刚才有人发现了。哎，那你赶紧先上去，我引开了门。哎呀，有干嘛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你那个抱着小孩的那个坏人呢？哎，那个穿蓝色衣服的那个男人抱着我儿子，往哪跑了？往哪跑了？哦，是不是高高瘦瘦的？对。哎呀，那小男孩也这么高了？这么高的，那是我儿子啊。有看见了？往哪里跑了？往那边跑了。我还说他怎么那么慌张呢？这边呢？对啊，往那边跑了。你不要骗我们吧？哎呀，你们呐、啊，再跟我磨叽下去啊，等一下连影子都没有了。啊，行，那多谢你了。追，别跑，快点啊！别跑，尾巴处理干净了，这回可以大大方方的出门出去了。喂，那么久啊？哎呀，后面还有没有尾巴？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还在村里面呢，根本走不出去啊，那么严。放心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刚才他们看的不是男孩子吗？现在呀、啊，直接给他这么一伪装。哎呀，你看看、哎，多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，谁能看出来呀、啊？果然还是你最聪明。哎呀，我看见要顶进的那个小女孩。那是，来，抱上车。快去。老公，我们好像上当了，那里根本没有人呐、啊。很有可能刚刚红色衣服那个是他团伙，你看走到前面去，都是没有道路了，绝路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，先打电话给保安。啊，对，赶紧。叫保安在村口那拦截住人了，我们再慢慢找、啊。喂，保安呢、啊？我儿子不见了，坏人，一个男的，可能他有团伙，跟一个女的穿红色衣服了，叫他天上飞地上跑了都不能放过。反正发现可疑的，你都在那拦住，我绝对不许他过去啊！啊，行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，追！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挡路呢？什么叫我挡路啊？我在这里值班站岗。哎呀，我女儿，哎呀，发高烧了。对呀，现在我们急着送去医院呢。你在这里挡路，你不是，哎呀，耽误我们时间吗？40度啊！哎呀，你以为我抢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村啊丢失了一个男孩子。哎呀。说是一个男一女抓走他的，现在女人穿着红色衣服。现在中国这么安全，而且是法治社会，竟然还有人贩子啊！是啊，太猖狂了。我们女儿以后一定要寸步不离的跟着。对，一定要。对，哎呀，不过大哥啊，你看我女儿真的是发着高烧呢，我都怕她烧坏脑子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让我们先过去行不行啊？关键他们说。跟我说是一男一女，你们刚好是一男一女啊。哎呀，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真的是说这种话，大把的。而且啊，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什么啊？抱的是什么小孩啊？有没有清楚啊？有没有说清楚啊？他说男孩，不过你们刚好一男一女，又有一个小孩。哎呀，你自己看。那我们这个小孩可是个女儿，你看清楚了？你看那么长的头发。那也是啊，那本来就是嘛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女儿啊，我跟我老公都结婚了10年了，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，真的是，她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啊，真的是拦在这里啊，她发了高烧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啊，烧坏了脑子，我告诉你，她要是嫁不出去，你给我负责一辈子，我跟你讲啊。如果说瘫痪了，要你负责，告诉你啊。那你们赶紧走吧，不要找我负责，我负责不起。哎呀，你真的是，你已经耽误了我时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再有什么事情啊，你这个保安你都不用做了。哎、我跟你说，快走吧，直接报警抓他。就是耽误我时间。走吧。走。哎呀，说的那么严重，我一个月才1800的工资，怎么赔得起？真的是。哎，保安啊。保安啊，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啊？对啊，没有啊。那都没有可疑人从这里经过啊？陌生人啊？陌生人就有，可疑人就没有。那有没有推着孩抱着孩子啊？一男一女，那个女的穿红色衣服的，衣服都不是红色的，一男一女推着一个小孩，不过小孩是个女孩子。不可能啊，这个时间段的话
话，除了那些坏人，肯定是没有别的人了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把整个村子里面的缴获变了都没有发现，肯定是你放他们过去了。是不是你把人家放走了？那你们说丢的是男孩子，他拉着一个女孩子啊？那他不会伪装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凡是可疑的，你通通把他们拦截下来，等我们过来再说。你要不是不知道那些坏人的招数啊，多得很呐、啊，你怎么能那么糊涂呢？到时候保安保卫一方平安，你是怎么干事的啊？他们说那孩子发高烧啊，是个女孩子啊，要是烧坏脑子要我负责。他们说你就相信啊？再说再怎么急也不急一两分钟嘛啊？要监控看一下吧。那他们找了多久啊？哎呀，刚走两分钟。哎，这里有监控，我查一下。哎呀，这里是三号监控。导演，那个就是我儿子，伪装成女孩子了。哎呀，真的就是他们两个啊！哎呀，我儿子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也别想当个保安了。跟你说，我不知道啊。赶紧啊，我们现在赶紧追你，留在这里打电话报警。快点报警啊！快点走，叫你看，快点。放人过去的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啊。等两分钟不行吗？我去追了，你快点打电话。Hello。哎呀，你这是刚生完孩子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呐、啊、公司有一个新产品啊，专门啊是针对你那个产后修复的。是吗？能把我脸上那些斑都去掉吗？能，你看看我现在的脸，你看啊，多漂亮！还有啊，这个肚子也可以弄掉的，你看、看到没有？哦哟，你看这个产品啊也不贵，才1000多块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小孩干什么？你，放开！好，放什么？放开！我帮你抱起来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，我们也把他捉过去。是啊，等一下可能在村口那里碰到他们啊，那个一起走了，走，走。哎呀，这个老公啊，怎么还没来啊？一个男人呢，竟然打不过一个女人。哎呀，真的是这样不行啊！在这里的话，等一下两个都跑不了，干脆啊，我赶紧把他伪装出来。哎呀，只能这样子了，我先把它伪装，到时候这个车啊，弃车逃跑太过招摇了。如果到时候我老公回来啊，如果看到这个车还在的话，他肯定懂我的。这么嚣张的这个现在人。哎呀，保安大哥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哎呀，我是那个富贵村来的。为什么经过我们这里啊？哎呀，抄近道啊！哎呀，抄近道啊！我这个孙子啊，发高烧了，要送去医院啊！哎呀，刚才我接到举报，我们村丢失了个小孩子。丢失孩子？是啊，你现在抱个小孩子，非常可疑。哎呀，这可是我的孙子啊，怎么可疑啊？那也没说是什么人干的、他说两个人作案，逃跑了一个女的，你也是女的。那也没说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呀？哎，好像说年轻的，不过你非常可疑啊！你要等我们村那个人来了，再确认后。你这个保安啊，看到人你就要拦啊，连我一个老太婆你也想拦啊？可怜呐、我儿子啊，出车祸意外就死掉了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孙子啊！我这个孙子啊，现在啊要送去医院呐、送去，等一下，再等两分钟。怎么等啊？人命关天啊，我可以等，我的孙子不能等啊！我以后啊，可是要靠我这个孙子来养老呀！赶紧让开啊！
要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万一你是人贩子呢？我放了你，等一下我2800工资，我不够赔呀、啊！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？再说我有我的孙子，我干嘛还要去抢人家的孩子啊？你赶紧让开！哎呀，坚决不能过！你要不要？哎呀，你不要多管闲事啊！你叫保安啊！你这个老太婆还想打人呢、啊？哎呀，要不要？哎呀，哎呀！原来是假的，怪不得那么有力气来打我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以为你穿件衣服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吗？还是我装的，哎呀，干嘛、哎、抓我干嘛？还很费力啦？嘿、哎，还抓你干嘛？你看你这个女人啊，假装给我推销什么护肤品啊，结果是两公婆作案，她老公啊偷偷想把我小孩抱走，幸亏我反应的及时啊！我老公呢？你把我老公怎么了？你老公啊，你们两公婆啊，等着吃免费馒头吧！跟你说，这么说你把我老公给抓起来了啊？你这个你也跑不了，你老公你以为能跑得了啊？快点走！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两个人啊！说，这是不是你老公？哎呀，你这不用的东西，真的是！哎呀，就该打这种人贩子！你们这些人贩子太可恶了，太猖狂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来了村子里面来作案！一个女人你都搞不定，真的是！幸亏我跑过来跑得及时啊！你看，都化妆成一个老奶奶，混想蒙混过关了、啊。哎呀，真的是想不到现在你们这些人贩子，这花招真的是层出不穷啊！难怪现在那么多小孩凭空消失，原来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贩子存在。既然现在啊，今天被你们抓到了，那我也亮身份了。我们就是人贩子怎么样？而且我还是个头目的。哎呀，我老婆是大姐大，最勇猛的。哎呀，这样的话，你们就跟我们合作，包你们吃香喝辣，一个孩子啊，能搞到100万呢、啊。对呀，到时候把他卖到金三角去呢。这么丧心病狂啊！你怎么不把你小孩送去卖金三角那边呢、啊？啊，为什么抓光抓人家小孩啊？哎呀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小孩是我半条命换来的？哎呀，说抱走你就想抱走啊？说不定啊，这种人啊，还说是什么大姐头，肯定是有惯犯来的。这种人就应该交给警察处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可是啊蹲点蹲了你几天呢、啊？看到你每天一个人这个时间段从那里经过的。啊，今天呢、啊、算是我们栽了，但是你把我们栽了抓了，我们呢、啊、后面还有团伙的呢。你们不要那么嚣张，像你们这种社会毒瘤啊，必须要彻底的斩除。对，把他们交到派出所那里去，让警察一锅把他们都全部都端了。哎呀，老婆，让他们吃免费馒头。我不想蹲牢啊，我不想蹲牢、啊。哎呀。啊，枪支不足派出所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还出得来吗你们？哎，直接进去枪毙你们。哎，老婆想想办法，拿钱贿赂他们啊。哎，老婆想什么办法？把他们抓着。老杨，对，把他们抓着。哎，老婆怎么办呢、啊？你也去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。哎呀，这些人真的是，幸亏我今天呐、啊、反应够迅速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哎呀，宝宝，你差点就被人家抱走了。哎呦，看来以后不能老是带你出来晃悠了。哎呀，赶紧回家吧，不然等下你老爸要打死我。哎，奶奶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摔跤了。摔跤。哎呀，那我先扶你起来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来，哎呀，小心一点啊！哎呀。哎呀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家在哪里？要不要我扶你回家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太好心了，小姑娘，谢谢你、啊啊。那你慢点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小孩呢？我小孩去哪里了？小孩，小孩。哎呀，掉什么掉？什么？哎呀，你掉了，我是杨曼子，掉，还掉。可以了，他什么了？哎呀，掉，你快吧，到下，掉。哎哎哎！哎，大哥，干嘛啦？干嘛？这不是小林吗？你们带小林去哪里的？哦，这个是你们村小林啊。是啊，是我们村小林。哎、小叶的儿媳妇。我是他外婆。是外婆。我是他表姐。他今天晕倒了，我去他家、啊、刚好晕倒了。是啊，现在我要带他去医院看病了。对对对对，他家婆说没空，在菜地呢。你不要耽误我们时间了。那行，那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，救人要紧啊！哎，好的。哎，这小林那么不注意，被人发现了。但是啊，刚才被那个男的发现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要不然这样，他看见你是个老奶奶，现在啊，我们把他装扮成老奶奶，看看谁还能认得出来啊？是哦，这个办法好。快快快！进来，把他带上。来，给他带上。
哎呀，要怕他发现了，出不了那个村呐、啊。是啊。哎呀，把衣服一穿，你看，哎呀，就像个老奶奶一样。哎呀，哎呀，人家就说这是我们的老妈。是啊。哎呀，这个车我们也不要了吧？哦，对，先放在这里吧。这个、目标太大了，改天再让他过来开。走走走走，先把他抬出去。哎，小燕、哎，你还不去医院？你在这里干嘛呢？干嘛去什么医院啊？那你不是你那个儿媳妇不是病了吗？哎呀，你瞎说！你干嘛诅咒我儿媳妇？我儿媳妇还好好的，在家里面呢。哪里好啊？刚刚有两个人呢、啊，扶着你儿媳妇去医院了。我还问了他呢，他那个老来说是小林的外婆。瞎说！我儿媳妇的外婆啊，早就上新农村了。那怎么回事啊？完了完了，估计啊，我儿媳妇可能遇到坏人了。对，刚刚走了多久啊？大概有十多分钟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主人又没带手机，怎么没带手机呀、啊？赶紧叫保安，在我们村口那里拦截住。早知道我刚刚在那里拦，我就拦截住了。快点快点！喂，保安啊，小燕的儿媳妇小林啊，被坏人捉走了。哦。还骗我说是什么外婆？有几个人呢？有两个人，还抱了个小孩，说送去医院了。哦，你反正你烦是烦也可以的，都不许过去，啊，听明白没有？好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啊，我儿子就没有了，到时候我儿子就没有老婆了，赶紧追呀！别，干嘛？保安大哥，你们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我妈生病了，我们在急着送她去医院呢。哎呀，你妈？是啊，那也不行啊，干嘛不行啊？就是啦，怎么回事嘛？刚刚啊，我们村啊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啊，我们村丢了一个妇女，一个小孩啊，不得了啊！哎呀，还母女两个都丢了？是啊，现在什么社会，文明社会啊？怎么那么猖狂啊？丢人呢、啊？可是。你们亲人呢、啊？我老妈现在昏迷了，要送去医院。刚刚都跟你说了，就是我老妈。哎呀，你老妈这么年轻啊，怎么感觉？哎呀，你就不允许我老妈去美容院啊？就是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妈最爱打梳妆打扮了，天天早上起床就在镜子那里啊瞄半天了。跟你说，她就是一个爱美的老太太，你不要耽误我们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她现在啊。身患重病啊！是啊，你们都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说了、啊，我们村进哪人贩子了？是哪个人贩子啊？他有没有？贩子有没有？就是了。说的是一个老人啊，捉了小孩，还有一个是穿的红色衣服，就是穿的红色衣服偷的。那你意思说就是我偷的呗？哎呀，你说老人偷、啊，老人怎么偷啊？这里又没有老人，你是不是半保安、啊？哎呀，你这一下怀疑是我这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偷的，你会不会又怀疑我妈偷的吧你？但是你穿的红色有点怀疑啊，要不这样吧？哎呀，等我们村家属过来了，确认之后再放你们过去。你说这种话啊，天底下就只有我一个人穿红色衣服吗？啊？还要确认什么？现在没有要你抓那个人，也没有你们村那个什么人。就是啦，我们又不是人贩子。你们村丢了那些人了、啊，你就应该发动所有的群众马上去找，而不是应该拦在这里耽误我们时间。既然我在我们村当保安，但是我就要负责任，是不是？村里的财务安全我都要我负责。你负责？那我妈要是出什么事情，你负责吗？是啊，我妈等一下出什么大问题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哎呀，敢不敢过？哎呀，你看她的脸都白完了，你。快点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以后要是没有妈叫啊，我就找你算账。我跟你讲，你别这样啊！你不管是吧？你无赖人啊！哎呀，走！真的是，要不是你啊，我们现在都到医院了，你这人多管闲事的你，真的是。不管他了，快点走！快点走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有事，我找你啊。哎呀，这女人简直像老虎一样！哎呦！保安啊，要干嘛？差点那个裤子被你扯掉了！要不要看到我儿媳妇啊？儿媳妇啊！刚刚我们打电话给你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那我们在村子里面都找遍了，我们都没找到。完了完了，这里是那个出村的出口啊，怎么可能？刚刚也没有陌生人过来啊？有啊！哎呀！他那个两公婆特别孝顺，带着那个老妈去医院了。哎呀，特别惨，
特别惨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老妈好像快要挂上墙上了。那为什么不等我们过来？那个人有没有抱孩子？还有没有？有没有抱孩子啊？有啊。哎呀，那完了。那有什么不同之处？对啊。有什么可疑的？就有一个老太太呀、啊，她说是他们老妈送她去医院，哎呀，她说脸色苍白，再不让他们过去就要我负责任。哎呀，我一听我怕不得他们快点走啊。那个老太婆是不是矮矮的？哎呦，比我矮矮都这里。完了完了，按照这个特征啊，那就是我儿媳妇跟我的孩子，我的孙子啊。哎呀，你个糊涂的保安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刚刚不是说哪怕是天上飞地上跑了都不能放了呢？你怎么能那么糊涂啊？肯定是被那些坏人乔装打扮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了？你怎么当保安呢？怎么办呢、啊哎、现在啊，你们也没说清楚啊。那都见你发现可疑的都通通拦下来了，还想怎么过去、哎、你赶紧先报警，我先出了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报警东西吗？啊，我们村啊，给抓走了。什么被坏人抓走了？是啊。那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啊？我看到了，就是看到两个人了。我打不过。那你怎么不出来阻挡啊？我打不过他们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打电话给保安。真的是了，看看小孩都看不住。喂，保安呢、啊？我三个小孩不见了啊，被坏人捉走了。好、啊哦、好像是两个男的，有一个是白头发穿着蓝色衣服的。两个男的啊，一个白头发穿着蓝色衣服。哎呀，把我老婆打晕了，然后就把小孩抢走了。你反正你在村口那里拦截住啊，连一只苍蝇也不许飞过去。你听明白没有？好好好好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、哎，这人怎么办事啊？黄鱼都吃了两三斤还没来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慢呢？让我也装一下嘛。现在呀，完了完了，这么多个人，目标太大了。他死掉了，我去捡回来，不然被发现了，急呀、啊！不用捡了，哎呀，还捡什么捡？这个人真的是，现在怎么出村呢？我方法我已经想好了。怎么样？快说！赶紧把你们头上的所有东西都都扔掉。对对，在这里。哎呀，目标太大了，这样。然后呢？大家分批走，不要一起走，目标太大了。喂，一人抱一个，一人抱一个。哎呀，不用了啊，这样我跟你走，你自己单独行动。好，行行行行行行。那个呢？头发呢？头发呢？头发就这里啊。头发何样啊？高高高，还是大姐高？敌人劫来了，都认不出来。嗯，那就赶紧出村了，不然可出不了了。你带着这个，嗯、我们带着这两个，好，都机灵一点啦、啊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快！爸爸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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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什么呀？你看到我那个保安在这里吗？你没看到我这十万火急吗？什么火急？你要经过我的同意你才能走啊！大哥啊，要经过你的同意啊，我们两个小孩啊，那就没救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两个双胞胎女儿啊，食物中毒了。现在赶紧送进医院呐、啊，不然啊，来不及了。你干嘛要拦在这里啊？有什么事情啊？哎呀，我们村啊丢了三个小孩啊！哎呦，丢了小孩，所以说我们村长啊才叫我在这里严格把守，知道吗？一下子怎么还丢三个了？对呀、啊，人贩子这么猖狂的吗？哎，太猖狂了，简直是禽兽不如啊！哎呦。这些人贩子太可恶了。是啊，我坚决要把那个人贩子抓住。哎呀，刚才有没有描述那个人贩子是什么样子的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总不可能什么人都拦吧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我们真的很急呀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哥啊，你要有个目标啊，不能什么的人都拦呐、啊。你就不要耽误我们。也是一男一女的。一男一女吗？啊，是年轻的还是老的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您
年轻的，年轻，你看见我老妈都多少岁了？哎呀，这我孙女啊，这是我儿子。我看看，哎呀，真有点热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天气也、啊、真是的。再加上他又食物中毒，这两个、啊、跑到山上自己去采蘑菇吃啊，吃了你看现在都快躺板板了，大哥。行行行，好啊，保安大哥。那、哎、我也没见过你们呢、啊，你们跟哪个村过来的？你先告诉我一下、啊哎。我们就在上面的山头找到的孩子，直接就送过来了。发现他们嘴里面刚才还叼着那蘑菇啊，现在啊真的是十万火急啊！我们就隔壁村的，你何必要盘查那么久呢？没有可疑的就放我们过去嘛。对啊，既然不是我们，就让我们过去吧。我们真的很急啊。是啊，等一下这两个孩子啊，本来还有救的，你这么一拖延，等一下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。哎，那行吧行吧，那你们快点快点，好好好，你有什么问题不要找我啊！啊，不找你找谁呀、啊？啊，要不是你拦在这里啊，我们现在估计啊都到医院了。你说你多此一举吗？嘿呀，什么保安啊你？你这不能怪我啊，是不是？村长叫我来这里守的。让开让开让开！喂喂喂，你又想抢卡、啊？哎呀，问你，哎呀，我儿子啊，刚才啊就是。玩那个玩具不小心蹲在里面去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儿子啊，你要不要死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村丢了小孩啊，我要在那里看着啊。这个是小孩，是你什么人？我儿子啊，什么人啊？你真的是儿子？哎呀，你看，卡在里面的，你看这里都肿了，哎呀，哪里肿了？看着没有肿啊，你真是的。是肿了，不是肥了，是吗？管他让开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啊，我也要问清楚先啊，等一下村长责怪我怎么办呢？责怪什么啊？你的啊侄子不是保卫人民的安全吗？我们的安全就靠你了。如果说我把你放过去了，等一下村长来责怪我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哎、怎么责怪你？还要夸你呢？你说你这个人啊，做得好啊！哎呀，为人民服务非常 beautiful。哎呀，你不用夸我，我有职，我也有我的职业啊。抽少是不是啊？该搞清楚就搞清楚啊！跟哪里来过来的、啊？哎呀，就是对面村啊！我急着去医院了，真是跟不了你啰嗦了。到时候这样行不行？到时候我回来送一个锦旗给你。哎呀，怎么锦不锦旗啊？我觉得可疑啊！你们刚刚前面，哎，也是有两个人慌慌张张的。跑过来，现在又是你跑过来，还有这么巧啊！是啊，哎呀，那也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不认识他们啊。更何况我们村丢了三个小孩啊，你知道吗？很严重的问题啊！我知道，我也为你们难过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的儿子现在也人命关天了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你看，叫的打都不硬了，儿子啊，儿子啊！有那么严重吗？你再不让开枪，就报警了，就坐让你坐牢。报警啊？你以为我现在我儿子人命关天，你再不让开，到时候我告你上法庭告诉你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哎。哎，有问题不要找我啊！啊，谢谢。哎，到时候我还送你一个锦旗啊，保元平安呢、啊。锦旗就不需要了啊，这是我的职责，知道吗？哎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保安啊，有没有看到我三个孩子啊？哎呀，我的孩子呢？哎呀，那么我鲁莽干什么？我的孩子呢？有没有人经过？有是有人经过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啊。没看到你当保安，你怎么当的啊？你小孩我又没见过，你天天你我就问你一句，刚刚有没有人带小孩过来？有是有啊。几个？几个？一共过来几个孩子？一共就三个啊。三个、哎、三个你还放他走了？刚刚不是打了电话给你的吗？可疑人物不能放过啊。他们很慌张，很慌张的样子啊！他有一个说啊，吃了那些山上的蘑菇中毒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这些就是坏人的招数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糊涂？他们走了多久啊？才走两分钟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三个小孩找不来，你这个保安也别想当了，赶紧追！你这臭保安，成事不足，打死你！办事有余啊！人家都说了，保安，保卫一方平安。你倒好，这连警惕性都没有，你还当什么保安？赶紧追报，你报警啊！哎，行吧，这又怪到我身上来了啊！哎呀，真是的。
美女。哎，小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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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干嘛在这里睡觉呢？哎，我小玩呢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没看到啊。对，我小玩去哪里了？刚刚我来的时候，我见有一部车刚刚从那边开出去了。有一部车啊？啊！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刚有一个女人叫了一下我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小孩呀，反正你的小孩被坏人抱走了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你真的是的，你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我先打电话给保安。那快点啊，哎呀，一定要追回我的小孩。保安啊，哎呀，小静的小孩不见了，可能被坏人抓走了，你在那里村口那拦截住啊。我偶尔看到一辆白色的小车，是女人来的。女人来的啊。好好好，我们现在马上追过去啊。好，走，我们追过去看看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停车停车，啊，车接受检查。哎呀，小哥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村长的女儿啊，说被人贩子抓走了。村长的女儿？是啊。不会吧，现在大胆啊，竟然还敢抓村长的女儿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每个路口啊都安排了人铜墙铁壁啊，我们村现在人贩子这么猖狂啊。是啊。那你们村长的女儿被抓了，你们应该要发动你们村的群众全力去找啊，干嘛还拦在这里？那不是耽误时间了吗？哎呀，村长说啊，安排我们先把路口封起来，然后他们在里面找瓮中捉鳖啊。哦，那有没有说是什么人抓的？有没有开车啊还是走路啊？要拦也要有个目标嘛，你不能每一辆车都拦啊。他们说好像是一辆白色的小车。嘿，你们车就是白色的。哎呀，你说什么话，天下白色的小车千千万，怎么你就能指定是我们这一辆呢？还有哦，我们三姐妹啊准备去相亲了，等一下你把我们那个相亲对象等一下误了，等一下我找不到男朋友我就要嫁给你啊，我跟你说。就是，哎呀，相亲啊，我觉得不用相了，他就挺不错的。他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？他就一个臭保安，谁愿意看上他？没有。哎呀，这件事不能问。我太喜欢他了，姐，别这样说嘛。姐，我也喜欢他，你看他长得一表人才，人高马大的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不喜欢，但是他们两个喜欢的，我两个妹都喜欢你呢。两个都喜欢啊？你挑一个，这个你也看到了，你看高大威猛。一嫁过去给你啊，绝对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你看这个小巧玲珑，一带出去啊，哎呀，有面子啊！哎呀，我要他吧，他那么凶的，我不喜欢。你看看你，我看他长得那么帅气，你都不懂得温柔一点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挑了我小妹的话，哎、对呀、啊，加个微信呢、啊，还是加个联系方式？那存着我电话啊。好。可以了。那既然你现在啊都已经是我妹的男朋友了，那我们这颗车应该不用检查了吧？就是了。按理说应该检查下吧。哎呀，给你看一眼。检查什么？我们三姐妹有什么很好检查？车上什么都没有，这不是耽误时间吗？等一下，我妹都有男朋友了，我没有找到男朋友。今天本来是我去相亲的，等一下我找不到男朋友，我叫你介绍一个给我，跟你说。是啊，亲爱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没有什么好检查的。一家人了，一家人呐、啊。那你都是我女朋友了，我就约你过去了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晚上要约啊。约，晚上约。哎、那我先去开始啊，我先带他们去买身漂亮的衣服，打扮漂亮一点，给你长面子啊。行。这么好啊，得了个女朋友哎，快点、啊！拜拜。保安啊，有没有看到我小孩呀、啊？对啊，有没有看到小静的小孩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我们村就叫唯一的一个出口，就是没看到啊。那有没有白色的车从这里经过？刚有一辆出去了。出去了，是啊。那你有没有检查啊？里面有什么人？里面有我女朋友啊。女朋友啊？你什么时候得到女朋友了？哎呀，刚刚我检查啊，他们说还没结婚呢、啊。有没有小孩啊？村长的小孩在里面呢、啊。看到我还怎么样？我没看车里面啊。
没看车里面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村长的女儿在车里面，肯定就在那部车里面。村长女儿不见了的话，你这个保安你还想不想当了你啊？不会吧，我们都加联系方式了。你刚放羊过去啦？是啊。那我们打电话给你，千叮万嘱叫你不要放过让你可疑啊。你既然这么大意，连车都不检查，哎呀哎呀，联系方式拿出来。他那个说做我女朋友了，打电话给他，我的信息给他。哎呀，我打个电话。你叫保安了，保安保安保安一方平啊！你既然连我的女儿你都护不了，打不通啊！哎，我都说了，那部车肯定就是坏人的车。哎呀，村长啊，你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的是的，我的亲生女儿，我跟我老婆啊，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小孩，你看十月怀了，生个一个小孩啊。容易吗？你这个保安还真的是，那车牌号还记得吗？车牌号是879。打电话，打电话报警。嗯，哎呀，快点！如果我小孩追不回来啊，我要杀了你！喂，10报警中心吗？我们旺旺村啊，就是来一个小孩，是三个女的抓走了，刚刚被我放跑了，他们对我使用美人计啊，车是白色的，然后车牌号是879。你们帮我派出警力拦住他。嗯，好好好，真的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，不但把你自己给害了，还把人家给害了，你真的是啊。哎呀，我的女儿叫她这，如果找不回来了，咬你咬果子，现在你要将功赎罪，马上去找啊。走快点。哎呀，我去摘菜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真的是啊，刚刚人家告诉我们开车进来的，现在啊，我先帮你把女儿送去医院，你后面再跟过来，知道吗？那我也现在跟过去吧。哎呀，你就不用去了，你先马上回去拿钱，我先送她。事不宜迟，等一下烧坏脑子了。啊，那赶紧帮我看了我女儿啊，你快点啊。哎哎，好。哎呀，真的是，这可怎么办嘛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哎呀，站长啊，站长啊！干嘛？哎呀，我女儿啊，刚刚说中暑了，好像说被两个医生说要送去医院，她叫我赶紧回家拿钱呢。不，这样子。对啊。那你有没有了解清楚啊？他们是不是医生啊？有没有证件？哎呀，我刚刚太着急了，我也没有问，他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了。这样子啊。哎呀，你真的是，哎，赶紧过去看一下啊！走，好久没来呀、啊。你看，这个送上门的啊，看看，一箭双雕啊，3-400万肯定有了。哎呀，不过刚才我弄这个的时候，有个老太婆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她说是她女儿。放心，幸亏我聪明啊。淡定，我这里啊，大把道具，昆布啊，什么都有，到时候我一装。新郎新娘，那不是完美吗？哎呀，还是你聪明。那事不宜迟，赶紧上车，走。走。快点，还来呀？林家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谁过来？叫全部人下车。就两个人啊？没有。就两个人啊？是啊。干嘛呀？怎么花车就两个人了、啊？不是，他嘴瓢了，新娘和那个伴娘还在里面。那叫下车前接受检查。我们村啊不见了两个小女孩，不见了两个。啊，那些人贩子太恐怖了，来到村子里面来作案了。哎呦，这个大白天的也敢进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法治社会了，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！哎呦，太可怕了！啊，我说的我都怕了。以后小孩啊，一定要看好啊！对，现在是这么高的小女孩啊。
这么高啊？啊，不过我们那里面就是新娘跟伴娘而已吧，两个。对对对。而且你看，我们急着结婚呢。那叫他们下来，姐姐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天气那么热，我刚才叫他们下车，他们都不愿意下，他们要在车里面吹空调啊。对啊，我们那里还有一个习俗啊，新娘子不能下车的。对呀、啊，等下半路下车了，不吉利。不行啊，村长都吩咐了，叫我一定要在这里检查啊，不让人贩子有机可乘啊。我职责所在，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。哎呀，你也是在为难我们呢。你看，按照风俗来说，人家新娘半路是不能下车的。怎样？你半路叫人家下车了，万一她婚后生活不幸福，你能负责吗？是啊，你担当啊。就是的。哎，你赶紧让开啦！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这给你看一眼了。什么啰嗦？哎呀，小心点哦。放心，我都伪装好了，看不出来。行了没有啊？好了没有？我赶着了，他及时过了。哎！哎呀，人家在吹着空调睡着觉呢，一大早上起来就化妆，你以为容易吗？是啊，而且啊，那个新娘啊，她晕车的。是啊，晕车啊，她不喜欢说，一晕车她就不喜欢说话。天气那么热，她连礼服都给我脱了一件下来呢，等到那边的时候才穿上的。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正常。哎呀，你有那个警戒性，我是啊知道的，但是呢、啊、我们不是啊。我们不耽误你的工作，你看我们都配合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也不要耽误我们 啊。你说，看检查我都给你了。就是啊。哎，行了，看起来你们也不像坏人。就是嘛，你放心啦、啊，到时候等我有空了，我帮你找那个人贩子啊。哎，好，走，慢点啊。犯得太猖狂了！来，哎，你们来了，有没有看到我老婆？对呀，看到我女儿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没看到。是一个女人穿红色衣服的，她自从说是医生说我女儿中暑了，我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啊，不可能中暑的，我女儿本来都好好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老婆一大早昨天现在都没回来呀、啊，刚刚有一部车过去了。是花车，然后穿的就是红色衣服，人家结婚嘛，肯定穿红衣服啊。我也去看过了，他晕车了，不下车。几个女的？两个女的。几个男的？我女儿是不是穿红色衣服的？有一个。车里面两个都是穿红色衣服，外面的话是一个红衣服，一个男的。那你脸有没有看啊？肯定没看，你像保安啊，你怎么做事的啊？你都不检查清楚，你就把他放过去，要等我们过来你才把他放进去啊？说不定啊，我女儿就是在那部车那里啊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，他们说他们赶着去结婚了，我也拦下来检查了很久啊，盘问了很久，他们说他们结婚怕耽误及时了，叫我赶紧放他们过去，然后我就放了。现在的人贩子那个手段呐、啊，重出不尽啊，说不定啊，他来个婚车乔装。打扮呐、啊，要把我女儿给打扮了、啊。是吗？平时我们所见的花车不是一个车队吗？他们就只有一个花车。对呀、啊，肯定非常可疑啦、啊啊。真的是，你叫保安怎么干事的、嗯？到时候保安保卫一方平安，你怎么把我女儿给保丢了？现在可怎么办啊，队、哎、长？亏我少爷还想升你做保安队长的，现在没戏了。哎呀。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么高明啊！我一世英名，你看当保安十几年了，居然被他们给骗了，在他们手上。两分钟。赶紧这样好，我说白号记得吗？说白号什么酒？我们先去追，你留下来报警。对，走。走。赶紧啊！哎呀，报警这样。